2011年3月28日，泉州西湖公园有我们一起游玩的身影。还有一个全是掉了个冰，那个冰块去了，是有点印象。我们先来一个全景，这是闽台园博物馆，这是另外一家博物馆。我走在前面，后面有向火火他们的身影。很多的游人，看一看，这好像是南艺地产的西湖豪庭，来个特写。等一下还会到这一座建筑物里面去参观。老婆说爸爸不在班，不在班。都在飞。停会儿。这拍了哈。他现在可以看到哈，那个。安徽的邱甜甜，跟他爸爸，以后再对闽台园博物馆特写。有啊。不要了，我说给奶奶吃嘛。看这张嘴巴哈，看一下这张嘴巴，吃糖的嘴巴，你看。